对，那个动作讲唔对嘅，没事，波斯，然后，而且咱的奈何来给咱做安排，然后两首拢会不同曲风的歌曲，一首是咱的台语吼，啊嘛是抒情快卡的歌曲，啊一首就是咱的抒情快卡的歌曲，然后会较符合咱的年轻人所爱听的歌。你在偷笑什么？没有，一个是我们台语歌曲抒情的歌曲，然后第二我们也是抒情的歌曲。就是公益的啊，呢，啊，领导他属于吼，那的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歌曲。你也会词穷吗？不会啊，当然会啊，这种弟弟像没词穷，你喜欢说点词穷的了。哎，真的，我很常词穷，但现在呢，杨勇一个无注意到，哎，哒哒，讲不出来嘞。习惯就好，习惯就好了，平常习惯就好了。我真习惯，真习惯，哎呀，好呀。我们能开第三部门出来，红豆带点个心思，会得好温暖你来，谢谢。谢谢，来个声吼，咱的好朋友做人就好，你看咧，讲好话就好声啦吼，会加足温暖的吼，咱的好朋友，给咱掌声鼓励啊咧，祝福大家能够万事皆如意啊吼。来，阿姐好，咱的奈个来安排。单台心情，单台心情，单台男朋友的心情吼。无咧，哎呦，真的是，哦，等下要你啊。清晨昏，咱的雨虽然刚刚清晰的，你看袂到是谁的人，放在谁人好奇啊？可以的，虽然不捌讲自己，你是不该和我讲落的感慨，而这个是万未去，还是你是有代志？他刚对我来送礼，呵呵，为着你，害我等到飞起去赶工地，都没担心。可以的，虽然不嘛讲自私，你是不该和我讲我的感慨，有些关系万未记，但是你是无奈之余，啊，为着你，我当个亲身体是不是，难道对我来送礼？啊，为着你，害我当个被天气感冒你，难为担心。自己一心不改，偶尔默默的感慨，蓝色的是万未必，那是灵性无奈心。为着你，我打开心胸提醒你，他在对我来送礼。为着你，害我当个美女去赶工地，都没担心。掌声，谢谢！哇，不要做秀恩嘞！哈。